笑。你两个人还在笑。你别歪，好的我。你们没得人教他的。我上个洗的哟。什么名字呀？按照号来嘛。按照号，直接打字就行。不按大小吗？这是啥子？这是位置吗？找一个样子。大的呗。大的呗，买啥子吧？应该是。啊？那个四十吧。十一只小鸡。哎呦，这个大一点。别跑啊！你大的就摆上头算了。最小的摆在底下。哪儿的？好小的。你那还有个，那把真西摆到二排去。太可爱了，好假呀，突然假的呀。嘿嘿嘿。这还有。